是咱第二区的，也是跟我们相关的所在。啊，这一次哦，很感谢我们县政府哦，于9月28号到10月7号，这是青鱼节，刚好在10月6号、7号又是我们全国渔民节，所以在这当中，县政府非常重视我们的产业的升级，所以在这一个活动当中，我们特别的制作了一个青鱼的一个装饰。啊，这个当中也可以跟各位讲，这个材质不是塑胶，不是那个纸张，是塑胶的，它可以防止我们的鱼那个下雨的一个装饰，所以加奶用哦，啊，荷兰小朋友哦，会当摕去收，摕去手，啊，烧去心肝，啊，食去嘴来，荷兰的鱼拢广受大家能够接受，感谢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黄干事。好，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精彩的活动之后呢，接着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贵宾长官们来到舞台上，我们要来即将为我们的活动揭开序幕哦，象征我们的活动即将正式开跑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邀请我们农委会的渔业署主任秘书廖子昌廖主秘，以及我们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陈文静陈处长，以及我们全国渔会的秘书田秘书田世金田秘书，以及我们苏澳区渔会的理事长蔡元龙蔡理事长，以及我们的常务监事林燕英林常务监事，还有我们的总干事陈春生陈总干事，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长官们来一同到台上来。我们也邀请春雀国际温泉酒店的董事长蔡董，我们一起来敲响我们的，为我们的活动来敲响大锣。好，较大机的吼，总干事甲董干事长来提吼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要倒数了哈，倒数5、4、3、2、1之后呢，我会喊101107年全国渔民节，我们一起喊群耀南方澳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要正式来倒数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对不起，我还要喊一个107年哈，好，再一次哦，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107年全国渔民节，群耀南方澳。来，那我们现在邀请我们